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唉，细玉归不归。日日都咁开心就好啦，细玉啊，你觉唔觉得我哋而家好幸福啊？梗系啦，有我喺度啊嘛！哎呀，我想走啦，我只系想化完。哎呀，化乜鬼嘢先？你走啦，走啦，走啦，少嚟啊！走我哋黑食啊，走啦！大师，哎，好耐冇见喎。喂，呢位大师食嘅嘢我俾钱。阿弥陀，我同你食斋菜啊！喂，我又唔系官，你怪我做咩？大师。你个发愿题嘅，边个契弟揾嘢掟我咧？大师，如果你凡送啱咪口嘅话，随便啦。阿弥陀佛，边位事主？睇你玉树临风，眉清目秀，不出三十。一定会名利双收，真嘅，梗系啦，我拣嘅梗系翻咁上下噶啦，成熟稳重大方得体。啊，你都唔错噃，你生成王夫益子相啊，你将来咧会有一个仔一个女噶。你听唔听到啊？咁少咋？你唔使担心，你唔同啊，你会有两个仔两个女噶。发达啦！喂，大师。你会不会看错啊？老衲句句实言。不是吧？喂，婷婷，婷婷，大师你慢慢吃，我埋单啊。好。婷婷，施主你要记住啊，你一生命犯桃花。大师，桃花都未开，况且我契仔都不是个拈花惹草的人。施主，你印堂发黑，大劫将至啊。我不是真的。施主你要相信老衲。可唔可以俾只掌我睇下？好，研究一下。皇上恕罪，大师，你唔系同我开玩笑系嘛？你唔系当今皇上，但系你嘅掌纹显示，灵尊明明系九五至尊。阿峰，快啲孭佢走啦！是夫人。乖仔，宫入面嘅坏人实在太多啦。所以娘亲先叫阿福带你去扶桑，求教红花会的于曼婷叔叔。
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陈家乐。这个锦盒入面有一封信，是可以证明你的身世的。将来你想做汉人或者是满洲人，就要由你自己决定。好吗？你泄露天机不怕接受吗？如果老衲所讲的能够令事主化险为夷，就算接受又有什么紧要呢？你要记住啊，害你的人是你最亲近的人，不过能救你的人亦是你最亲近的人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没什么亲人在这里，阿爹又不在这里，你千万不要吓我啊。怎会啊，我锡你都来不及啦。我真的不信啊，除非咩啊？喂，下面咁多观众喺度，俾佢哋见到唔好意思嘅，唔好啊。佢哋喺下边，我哋喺屋顶，边度睇到啊？真系睇唔到？你真系唔肯啊嘛？好啊，我唔睬你。喂，我爱你。呀，咁细声，边度听到啊？我爱你，冇啲诚意。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呀，热情啲啊，再热情啲啊。我爱你。喂，未合法噶。喂，咁我同呢位姑娘又算唔算合法咧？吓，先算噶。诶，你我仲啱噶。细玉，呢个无赖，你同我打佢吧。喂，唔好啦啩。咩唔好啫？你唔打佢，我唔睬你噶。你打他不打我，你打我。喂，男人老狗，千祈不要打到人啊。喂，你老爷，我爷找你回去了。喂，你爹找你了，下去下去吧，帮我问候他啊。搞定，这一班我会记住你的。不要记这么久，请请走。
有陷阱，各位兄弟，我哋即刻翻总舵。欢迎总舵长，欢迎总舵长。各位兄弟，我唔喺度嗰阵，大家辛苦啦。喺会务上，如果有需要商量嘅地方，而家请大家提出嚟。总舵主，我哋海边开咗个养鱼场，生意唔错，赚到唔少钱啊！我哋山上边嘅养猪场平均一只猪乸生20只猪仔啊！原来红花会有咁多生意噶？红花会系个大家庭，全靠自力更生噶。哦，总舵主啊，我哋旧年买嘅地皮咧，涨价60%啊，为我哋库房赚咗20万大洋。总舵主，既然我哋红花会赚咗咁多钱，不如搞个庆功宴咧？唔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家华东有水灾，笔钱就用嚟减灾扶贫啦。哇！我几时先可以坐到契爷呢个位咧？坐呢个位，一日俾人劈10滑啦！喂，咁都抵啦，咁有型。总舵主啊，我仔啱啱满月，就系等你翻嚟同佢改名嘅。冇问题。好趣致喎，就叫泰安啦。希望佢长大之后，天下已经国泰民安就好。多谢总舵主。等我改一家。雨阵海救家来迟，请总舵主恕罪。张大婶点解要杀我？总舵主，呢个都唔系张大婶嚟嘅，以前都冇见过呢个人嘅。雨当家，你应该好清楚，外人系入唔到嚟啊。雨红，你唔好转弯抹角啊！雨大哥，咁我哋索性踢爆佢。好，此刻佢个派嚟嘅，你后面喷人，我后面喷人。其实佢一早就唔服气。佢一定冇咗红花会总舵主个位传俾佢，你食屎啊！你咩啊？首先，红花会嘅英雄系要嚟反清复明，唔系自相残杀嘅。佢哋唔妥好耐噶啦。喂，老实讲啊，你帮边边噶？我帮边边都冇所谓，做人以和为贵，我企中间嘅。哦，原来你系长头草两边摆。失敬失敬，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佩服。连大家都唔相信我，我唯有一死事清吧。我信你，已故总舵主系个忠君义胆嘅英雄，佢个仔又点会系个暗箭相迎嘅鼠辈？各位，如果边个查到边个暗算总舵主嘅主谋？我一定亲手杀咗佢。爹，点解婶婶流咁多血噶？咪多事，翻屋企。咪住，细昌，你识唔识你个婶婶？识，头先婶婶送咗只纸鹞俾我，系佢叫我带佢入嚟噶。而家大家明白啦，谁正我要带鹞。你癫咗？呢个你亲生仔嚟噶，咁你都要杀？你边个？我你都唔识？我就系广东十大杰出青年，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最想识嘅契仔方世玉。你知唔知我系边个？我知，你唔系人啊嘛。跪低！冇大冇细，你点可以同雨堂主咁样讲嘢噶？究竟你识唔识帮规噶？我唔识，我只知细路仔冇罪。你唔识嘛？我帮。叫我做咩？唔关我事噶嘛！你负责将红花会历代嘅帮规话俾佢知，冇问题。记住，直到教识佢为止。系。红花会十大帮规：一、不可对帮主不忠；二、不可奸人；三、不可偷盗；四、不可以赌博；五、我只系救个细路啫，又冇做错事，点解要我听埋啲咁嘅嘢？不可以杀好人；八、不可以侮辱帮主；九。可以勾二手，十不可以督背脊。嗱，呢先人戒条，你要记住。喂，点解于文婷嘅戒条好似圣经嘅十戒咁噶？于陀主系一个虔诚基督徒，佢引用十戒嚟做魔鬼，但系好似冇人做得到啊。切，咁即系讲耶稣？放肆！狗口长乜出象啊？你竟然当我老豆嘅十戒系讲耶稣？于堂主，细蚊仔唔识世界，你千祈唔好见怪啊。佢唔识嘢，所以陈家洛咪叫你教识佢啦。哼！摆明就系明光暗星，披
偏全私心，多余，我冇声亦都冇讲。偏全私心嘅系你，因为你唔抵得我契爷骑住你啊嘛。细玉，一人少一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啦。你唔好以为你系陈家乐嘅契仔就好巴闭啊。错，我巴闭唔系因为我系陈家乐嘅契仔，因为我系方世玉。好一个方世玉，我今日就要你试下我嘅厉害。红花会是烂仔斗啊！要打就去打清兵，而家左手打右手，伤及自己人。总台主见啊，我只不过同你个契仔切磋武功啫。来日方长，第日有机会我先再教你。我要你熟读帮规，你就同人打交，系佢惹我先啫嘛，仲驳嘴，跪低！你知唔知道错啊？我唔服，我冇做错，我救个细路啫嘛，有咩唔啱？你嘅动机冇错，但系方法就错咗。一个做大事嘅人，任何决定都要先顾全大局。照你咁讲，系咪要牺牲到个无辜嘅细路啊？必要事，系。我谂你都唔系大将之才，你根本冇资格阅读帮规。你不如翻乡下陪你阿妈买布把啦。细玉，呢本帮规系历代帮要熟读噶。其实你契爷想你第日坐嗰啲位啫嘛，你以为于振海真系嫌你样衰啊？其实佢冇机会读，所以先怀恨在心。你契爷一番苦心，你都唔了解，你都翻乡下卖报算啦。老公啊，呢度啲人个个都虾你噶，不如咁啊，我哋翻乡下同奶奶一齐卖报啊。你都咁讲，唔去咪唔去咯，做乜恶喎？佢哋越系睇我唔起。我就越要留喺度，要证明俾佢哋睇，总有一日我会凭我自己嘅本事坐上呢个位。啱唔够啊？话你啱唔好啊？乜嘢垃圾都包一包，有乜挑剔就问老母。夫人，出面有人揾你喎。做咩？我今日请人咩？我系唔到方世玉，特登嚟踢馆嘅。你是哪一番？我就是广西黑风岭人称我中无人横行无忌玉面阎罗除非。除非？除非你得过我了。我就是广东宜的云天貌美如花曲线玲珑十大杰出青年方仔的妈方氏苗翠花。我现在不得闲，大家自己有给个面子。自己有？大佬盘下他。好。最行走江湖最怕讲一个字。什么字啊？看住口型。貌字。好。喂，使得佢呢个嘢？夫人啊，我睇全世界刺矛都系你啦。我煲汤。哇，咁多人走，死都晦气。夫人，我要单声俾佢听先得。你唔等老爷啊？你话佢先，我去红花会吓。夫人，你同我话俾少爷听，我好挂住佢啊。阿妈靓汤嚟啦。
你数啊！嚟嚟嚟，客官，三前四啊，多谢。哎，老张啊，啊，好声下，客官。哎，这位仁兄，我长途跋涉，水壶里的水都喝完了，能不能请我喝杯茶呢？啊，谢谢。我还要继续赶路呢，谢谢你了。夏月初一，一批扶桑武士会带来锦盒一个，路经百里溪。内有惊天动地秘密。宋天杰，系再讲关龙，哟，关龙，睇我唔到，睇我都当睇唔到。李国邦，哟，总舵主，你冇客气啊！呢咁大件事，我点可以去啊？我都唔识武功嘅，你谦啫。唔系啊，总舵主，我哋都未分得全家去食海鲜啊！我冇叫你去，睇下仲有边个可以去。梗系细勇啦，你睇成个老虎仔咁样，想出咋？识做啊！梗系梗系，方细勇，有去嚟，去咯去咯。接令，收到。今次嘅目标系个锦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红花遍地，视死如归。四九几好啊！四九仔，你笑咩啫？佢笑我咪大声过佢咯。唔系啊，人哋笑你最细啊。咁你几多号啊？我毛号啊。切，咪大过你。喂喂喂喂！记唔记得我同你讲啲嘢啊？记得，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嘛。唔系啊，记得同我未瞓得买丝巾啊。得啦，放心，拜托晒。老公，老公啊，人哋话第一次出门做大事，有利是噶，你利是是。多谢老婆。有冇搞错啊？我哋劈友啊，见红咪即系见血。切，我都唔信邪嘅，系咁啊。就咁快可以派出去做嘢啦！咁快翻嚟嘅，奶奶，奶奶，你连翠荷都带埋嚟啊！长途跋涉去我度嚟先，华姐嗰边啊，咁得闲嚟睇我哋嘅？放暑假啊嘛，细佬咧，仲要去劈友？劈友？嗯，佢唔饮啲靓汤，边有嚟佢劈友啊？吓，咁犀利，长途跋涉都攞到煲汤嚟，睇过。好功夫喎，一滴都冇寫。小心啊，搵地方匿埋啊！喂，你做乜咁急啊？Thank you.
你解月啦。喂，我下面嘅月道仲未解啊。哦。我未试过啊。试下啦。阿妈仲未教啊。不如我咩你啊？喂！小旋风文之郎，你老母啊，妈，想办法，我敢喊过你啊！我同你都被人点咗月啊，咁而家点算啊？解月人哋解噶嘛，唔好望我，我唔识噶。真系？阿妈又冇教，问下你阿妈啦。衰女包啊，想沟我个仔啊！救星道。你照住我咁吹吓，你同我解月，嚟吹佢过嚟啊！睇准啊！老妈子，只蜜蜂黐住你喎！嚟，快啲吹啦！咩嚟啊？凤凰章。哎，老妈子啊，救星俾你食埋啦，咁点算啊？哎呀！正衰仔嚟噶，老妈子，今次我一定会好准嘅咧。
好你个衰女包啫。爸，做咩嚟？哦，冇嘢。喂，妈，你点解会嚟嘅？有好多男仔找你晦气啊！我哋睇下你点啊嘛。喂，下边个月点解啊？系督佢肚脐，你唔记得咗啦？放死我个劈死你！放死我翻咗你啊！咩？嗰个盒？诶，唔使担心，有我喺度。我睡得起。早知放手咁雞，我叫總舵主派只狗去啦。都好，我屋企養嗰只狗都係叫方世玉。呢位先生，你俾人剃眼眉，剃懵咗，剃到你語無倫次。你哋呢班嘢啊，喺度食西瓜，銀銀腳，叫我仔去劈友，劈到佢爭你冇命翻啊，爭你俾蜜蜂針死啊！出嚟行走江湖最驚要講一個字啊嘛，講個錢字啊嘛，我知道，使咩嚇嚇佢講打講殺啊咁蠢啊嚇！你哋唔好開低大檔開農場代客泊車，或者係做娛樂事業。首相，我都未問，點解我哋九個兄弟出去執行任務，淨係得你個仔可以翻嚟？放曬佢，我問你，你係咪貪生怕死？講，答我。咁你又俾？呢叫本能反应，唔系贪生怕死。下个猪佬啊！你用你老母！雨石台，我失职我认，但你喐我老母，我就柄你。果然公私分明，有大将之风。你到几时都得出声？你咩职位啊？陈海，呢件事我自有分数。系啱啦，我就话你知。陈老契，我哋咩职位？你哋纯属亲友。冇职位啊？咁我睇你搏咩？喂，陈老契，开讲都有话，小女子不可一日无才，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啊嘛。咁我哋又无才又无权，入黑社会唔通为咗兴趣啊？喂，咁冇着数嘅嘢，我哋制唔过喎。睇啊，即刻洗底退股，我哋翻广州啦。请请。妈，我哋要攞翻个锦盒。系，但系我送一打俾你。石玉，你讲得啱，为咗国家民族，天理公道，我哋一言。闪电嘅咧吓，闩好啲门窗先，就安全第一口啦。师妹，你想点啊？今晚我哋不聚不散。哎，走先啦！哎呀，撞板咧，我早封咗窗。呢啲系你最中意嘅山西竹叶青，佢猪胆樽型，饮开又感情嘅。师妹，我唔识饮酒噶。啊，我就系欣赏你咁谦虚。好，我先饮为敬。师妹，你千祈唔好饮醉啊！你饮醉你出事噶，你始终系咁样嘅。你懂些晒啊你！你正正地咧，同我饮咗佢。如果唔系咧，师妹。你见呢啲好啊？你唔出我啦！师兄，你今晚咧走唔出我手指罅啊！我哋咁落去系冇有结果噶。走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师妹，你保重啊！师兄，哎，你点解拎咗师傅骨灰出嚟嘅？骨灰，我煲咗啲汤俾你饮啊，饮啖汤先啦，好嘛？唔得，俾人睇到会笑我噶。我都冇人。师兄啊，出嚟行走江湖最紧要讲一个字啊嘛，个勇字啊，饮啖汤先啦。唔得，我都保险啲，安全第一，我走啦，保重。好衰噶你，又带埋我去。呢就越饮越有感情。
等你饮大咗，我方你唔肯应承。喂喂，嚟啊，唔好扎弟弟啦，嚟啊！喂，除咗感情之外，我要弥补你心灵同心理上嘅创伤。唔慌唔伤啊！当年师傅咧唔肯教我，就系教咗你本门绝招督背脊，记唔记得啊？冇人知道我识武功噶，你懵大声啊！你咁系咪保值咩？喂，嚟啊！你教细佬督背脊啦，教我仔啊！咩话？第一房。不是想捅我，我上嚟讲咯，要教我仔督背脊嗰个点穴法咧。如果唔系啊，佢喺度好难企住脚噶。好醉啊！点解咁快到房嘅？喂喂喂，呢啲嘢你千祈唔好话俾人知啊！我唔负责噶。热你唔除衫，帮我练紧功。喂，我有啲嘢同你讲。如果咋？如果有个好可怜嘅女人，佢系有老公嘅，不过咧佢就莫名其妙咁咧就同第二个男人咧，佢就即系你知啦，即系同咧同男人即系有咗啊，咁佢值唔值得同情啊？咩话？咁即系勾佬。佢被逼噶，简直系中国妇女界嘅耻辱啊！呢啲咁嘅人妈荡妇，应该捉佢浸猪笼，浸完冻水就浸滚水，浸完滚水就浸强水，然后再攞去炸，炸咗之后再摆喺城门度晒干，跟住剥佢层皮，挖佢心出嚟，然后再将佢剁剁剁剁剁去十八碌做人肉叉烧包，跟住攞嚟喂狗，等所有嘅人清清楚楚咁知道一个滥交女人嘅下场咧就系咁样噶啦！啊，奶奶啊！究竟呢个是哪个来的？奶奶奶奶奶奶，你去了哪里？喂，师妹，你没猖狂啊？你才猖狂啊，人命都搞了出来。什么？你自己做过什么事你自己知道。怎么这样的？喂，你想点啊？你下流！你叫我而家点出去见人啊？我嘅精子，我嘅幸福，我掹咗一把刀，我嘅身材，冚唪唥都毁喺你嘅手上。你个肚，关咩事啊？你仲喺度唔认账？你做咗嘅嘢不负责任，唔得！哎呀！师妹，你谂下，唔关我事噶。就算我今日真系暗度陈仓，况且我冇啊。快啲放手先。就算有啊，简力啊，点会咁快大个肚？你用下脑，你用下脑好唔好？我点知喎？你各个男人嘅特性都唔同噶，我点知你会咁劲啊？放手。师妹，你唔好咁冲动，你听我讲啊，你听我讲啊，我帮你把脉，我帮你把脉先。系男定女啊？吓，女人先头，三股掌。咩话？三股掌啊！嘿。这个锦盒是扶桑武士为皇上收集到的证据，你们要小心看管，过两日送上京师。是。安儿，安儿。你在想什么啊？没事啊。你们神不守舍咁。我们女子行刺陈家洛都失败了，他已经有了戒心，再加上方上在他身边，我们就更加落手。是啊，其他分舵都对我们起疑心了。我已经查出那个锦盒跟陈家洛的身世有关，里面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一定要抢到手，到时陈家洛我的契仔都有把柄攞在我手。我现在最担心就是封诏书被我哥哥乾隆得到，又或者是落在我下面的人的手上，我就再不能够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少主人，
梁广走读的女儿安儿很喜欢方世玉，如果派她出马，一定成功。不，唔得嘅，咁即系害咗世勇。牺牲一个人救了全天下，你又何必责怪自己呢？追女孩子最要紧是直截了当，我们干脆安排他们俩见面。方世玉的情书我都帮他准备好了。太爷，嗯，我先走了。细玉，咩事啊？太爷，阿妈靓汤啊。好。趁热饮啊！细玉，啊，帮契爷做一件事。冇问题，契爷叫我做嘅嘢一定唔会系伤天害理嘅。当然啦，你一生唔会后悔噶。当然啦，吓，究竟系咩事啊？你自己睇。嗯？乜咁粗俗噶？嗱，呢个沟字照字典上面嘅解释咧，就即系沟通咁解。点解用三点水呢？即系话如果沟通得好咧，自然就会水到渠成。沟字就系咁解啦。唉，唔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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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俾婷婷知道咗，实死梗噶，唔得嘅，唔得嘅。你代契爷沟女啫，唔会对唔住婷婷噶。啊，咁又唔同。系啦，契爷，究竟系边个女仔令到你咁冧呢？唉，我唔系冧佢，我只系想要佢一啲嘢啫。啊，今日爱情定肉体啊？衰仔，系个感合啊！我知佢冧你多过冧我。所以只派你去啫。诶，讲来讲去，究竟系边个女仔得噶？系两广总督孙士毅个女安儿。诶，我都唔识佢嘅。不过你叫到，好啦，我去沟啦。慢住，我沟。我唔得咩？得，就真系唔得你。系，你个样真系问啲。总台主，上次佢已经失败咗，今次冇嚟派佢嘅。李慈，等我抢翻个狗翻嚟。而家红花会上上下下都入晒黑名单，你冇咁容易入到总督府。只有细咗个底就最干净。契爷，你放心，我今次一定掂。如果你掂，我帮你拆成西鞋。咁你买定个鞋箱都得。如果你唔掂又点啊？我三日之内一定攞到狗翻嚟。为民你衰咗又点啊？我放世玉自废武功，一言为定，绝不反悔。关关追求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情场浪子方世玉。今日摆明想追我。你唔会反对我同红花会嘅人来往噶？细玉佢想约我见面啊！佢今次约你见面，一定系不怀好意。唔会噶。好，你够唔够胆同我输赌，睇下我哋两个边个啱？好啊，点赌法啦！妈，你记得帮我瞒住婷婷啊！沟女我最拿手。而家我沟定你沟啊？喂，你记唔记得我教你个绝招啊？咩绝招啊？单刀直入啊！你啜佢啖先，总归系咗你嘅人啦，就乜都听晒你话啦。当年老豆都系咁样征服我嘅啫。真嘅？睇佢啦。好，单刀直入。姑娘，攞个嘴埋嚟。你再讲多次啊！不系你啊！你讲啊！妈，讲多次啊！阿婆，讲啊！有恶你一啖啊！个衰女包虽然锡唔过，我你做咩？遗传啊！系国家大事为重啊，仔，快啲去啦！嚟啊！好！哎呀！仲嗲你唔到，阿妈我嗲咗佢咧。阿弥陀佛，喂，个衰女偷走。喂，做咩事啊？阿弥陀佛。
你唔使咁驚啊！你正話做咗件好事啊，佢行咗好耐噶啦。係。啊，一係錫埋呢扎啦。冇啊！冇啊！冇啊！媽，你教我啲絕招都唔掂嘅。或者佢唔中意男人咧？係咩？你真係中意我啊？係啊。咁你會娶我？冇問題。不過我有個條件。咩條件啊？我要個錦盒。好。阿爹三日之后会为我举行比武招亲，到时你打低所有嘅人，然后当众对我话你爱我，杀你！放水！各位英雄豪杰，小女安儿今日摆下呢个擂台，就系想睇下佢心目中嘅如意郎君点样为爱情搏命。规矩好简单，边个有本事攞到花轿顶上嘅绣球，嗰一个就系我嘅成龙快婿啦。细玉咧，点解仲未见佢嚟嘅？呢个老婆我嘴硬，你讲清楚，系你老婆定我老婆啊？系我老婆。你哋唔使争啦，我唔系嚟娶老婆嘅，我嚟娶妾侍嘅。排名要分先后，陈李张黄河，梗系我先行啦。广州高位，预备，开始。出嚟行走江湖咁耐，都未试过咁威啊！妈，我都未试过带住咁大班人一齐沟女。你做咩？沟女？征婚啊！迟到唔俾入。系咩？小姐，等咗我好耐啊！啊，恨真！哎呀！退出，我俾一万啦你！你退出，我俾一百万啦你！系啊！你系咪咩？我同你唔系讲金，系讲心噶。我唔中意见到你哋啊！全部开！
我唔理边个娶你啊，我咯，佢唔会中意你嘅。哎呀，你真系中意我？必要时系打尖。你点？你一定要娶我啊！我硬系要阻住我办大事嘅，行开！我当时有应承过你嘅嘢，几时有得拖啊？两截胡。你答应承过我嘢啊？我答应承过你啲嘢，一定会俾你嘅。真潇洒！哇，好！你好爷，我识点做。喂，唔该晒。喂，拧个头过嚟，点解唔敢望我啊？哎，唔好上，系家嫂啊。望住我啊！喂，做咩啊，老婆？咩事啊？好彩我跟踪嚟啫，如果唔系，咪俾你呃成世，我恨你！喂，老婆，你听我解释先啦。唔使讲啦。其实我系想做国家大事啫嘛。你都想我做大事噶，系咪？听啊！喂，冇仔生噶喎。你自己攞嚟噶。喂，老婆。老婆，小心啲啊！唔使理你啊！老婆，听我讲啦。我唔会信你嘅。佢系边个嚟噶？佢等我话你听啦，我系佢老婆啊！吓，不过未过门嘅，算啦，我唔介意嘅，我介意啊！放开我啊！哇，好嘢仔，咁就我啦！咁啊，我冇手啦，你唔好玩嘢啊！
嚟嚟做咩啦？死啊！你哋班嘢，冚家富贵，女大侠，请你以大局为重，暂时丢低儿女私情啊！嗱，我而家同你跪低啦，我求下你，为咗国家着想，为咗世玉着想，吓你蚀第一次咁多啦，我求下你啊，女大侠，吓你俾一个面啦，吓一个唔够，俾够两个啊，吓两个唔够，俾够三个，三个唔够，俾够四个面，祝你哋新婚快乐。永结同心，我俾个六个啦，哎呀，唔该你啦，哎，六个唔够，俾个八个面，八个唔够，俾个九个面啊，你唔好咁啦，我受唔起噶，咪呢杯落嚟啊啫，乖啦乖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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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婿，好嘅，好嘅，好啊，我爱你，听唔到喎，我爱你啊。却偷望，爱恨背后有悲伤，如何面对苦怨？唉，牺牲都不理，只因爱也因恨，究竟一生价值有几多？我求你唔好再唱啦！细玉都系为国献身啫，细玉咁样俾人侮辱，你啲罪应该系做妻子嘅仇先啱噶嘛？其实你都知道我系红花会嘅人，点解仲可以用金盒同我交换？因为我中意你咯。好，最欣赏啲咁坦白嘅人，大家都唔好嘥时间，嚟一物换一物。你以为感情可以攞嚟交易嘅咩？冇所谓啊，你肯买我肯卖。呢啲系你要嘅嘢啊！原来乾隆同契爷亲兄弟，如果被于振海知道，咪大祸。妈，咁快滚远！竹爷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哋走得咁快，想去边啊？少爷，好女婿，你太对唔住安儿，我都唔嫌弃你系红花会嘅人。切，你高攀得起咩？佢系你女婿，咁我系你边个啊？大家兴趣都唔同嘅，天下本是一家。既然两边都一样，不如你跳槽过嚟红花会，我收你做僆啊！你要我个女定系要个锦盒啊？锦盒，追住佢！好埋你啊！多多手得起啊！我要擒贼先擒王。妈，系。哇，绝体！喂，好大支炮噶！喂，哇！睇下你厉害，定系我支炮厉害？点火？点睇？定啲，一爆即走。你唔知噶喎。小心！哎，妈咧？啊，我喺度。停手！爹，你要佢死定我死啊？你系咪一定要救佢？系，我已经系佢嘅人啦。啊！你系话冇失身嘅？好啊，就忍住先顶下档嘅啫，底下谂啦，喂！爹，放咗佢哋啦！走开！请恕女儿不孝。你走啊！有咁远走咁远啊！走。多谢
威过你老豆。孙女包咁大方，法会于振海嘅人。安全第一啦，系啊，七爷，我讲得出做得到。你要嘅锦盒，我已经攞翻嚟。你果然冇令我失望。喂，做咩啊？想点啊？哦，你想毁灭证据啊？咩证据啊？里面话你系奸淫老娘、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卖友求荣。挥空公款，逼良为娼，所有坏事你全部做尽。我威人已经算出位啦，实玉你仲犀利过我。放实玉，你含血喷人，根本就攞唔到个锦盒。好，就当你威我。证据呢？个锦盒冇错，就大家都有眼睇。冇错，呢度的确有好多人，但系全部都有眼无珠。实玉，你攞唔到个锦盒就唔好乱噏嘢。有时乱咁噏嘢可以救到人嘅。你老母做错嘢仲喺度驳嘴，你记唔记得？你话佢攞唔到锦盒就自废武功啊！系啊，自废武功啦，系啊，系啊嘛，做咩啊？喺度，两位啊，废武功啦，大家唔好嘈，坐喺度，等我嚟废佢。乜你真嘅咩？溪爷，你真系要喐手？你读过帮规嘅？一人为师，终生为父。国有国法，邦有邦规。你喐手啦！再加毒手嘅话，我一定唔会放过佢。细勇，关陈台地搞到我仔咁样，佢真系搞到我仔咁样，我遇到佢系死过，死人陈台地。喂喂喂，师妹，你屋企得把刀。喂师妹啊，喂喂，你冇咁激动啊，细勇手紧脚紧都未断到，总台都每一件留三位噶，系咪真噶？梗系真噶啦。喂，醒啦，喂。细玉，细玉啊，细玉，细玉，妈，将佢交俾契爷。哦，原来嗰晚仲未烧嘅。哦，原来总台主同乾隆两兄弟嚟嘅。咩话？弊，俾雨振知道咪大镬，安全第一，烧咗佢。喂喂喂，我用佢嚟同乾隆讲数噶。
反正復明都靠佢。咩？老公，嗯、老公啊，老公，黎芳，弊啦弊啦，於振海帶咗成班人嚟噶。喂喂喂，安全第一，走後門，快快快快啲！等等我先。叫上俾新嘅行，点要避吸？咩好啊，师兄，快啲走！你走啊！俾得堆到一镬熟嘅啫，你走啊！俾喂翻次好唔好？走啊！我哋入嚟，入嚟，入嚟！放石勇，你同我拉出嚟！你个帮助士！胆鬼，你都做大戏啊！好，我要做出好戏俾你睇。我捉住佢。我廿年都未打过人啊，是我乾坤典雨大法。爱佢未婚妻，你一定要救佢翻嚟啊！皇上喺边？公，你要救命啦！司令，司令，皇上一定喺嗰边，追！乾隆纠缠嘅秘密，可以瞒得过红花会嘅兄弟咩？你大势已去，皇上又已经变成个废人，苗翠花只系剩翻半条人命，李国邦已经身首异处，今日我就要同红花会清理门户。个人嘅生死事小，但系红花会系唔可以落入一个心术不正嘅反贼手上。我死都唔紧要。我想他们死就不是挺好了吧，同你不要他们的命。中堂太子宇童，你中堂太子，你快走，你快走，现在我才是中堂太子，我命令你即刻放下把剑。我陈家洛虽然是满洲人，但我是吃汉人的米长大，如果今天因为我而令到任何一个兄弟受苦的话，第一
喺九泉之下，又点可以面对老陀主？喂，兄弟，今日我终于坐上咗呢个宝座，可谓众望所归啊！咁舵主，仲有一个唔肯跪啊，就系佢啊，放佢落嚟。我记得有人讲过，话每个人都有本能反应。今日我仲要睇下你有冇呢种反应啊！避啊嘛，睇你点避，你放心，你个仔未嚟之前，我系唔会整死你嘅。乾坤点穴大法，妈，细玉，有冇妈嘅消息啊？唔知道，阿妈同埋溪爷，佢哋而家点？边个？我是你干爹的心腹，他现在被于振海关在监牢里。咁我爸呢？你老妈被吊在广场日晒雨淋。只剩下半条人命了，妈！细玉，你唔好咁激动啦。红花会仲有好多好兄弟，你妈唔会有事噶。哎，那里还有什么好兄弟呀？自从总舵主被关进地牢以后，有点良心的都已经洗手不干。现在的红花会已经变成贼窝了。你生仔，你生个不孝仔啊！放细玉嘅缩头龟，佢唔够胆嚟救你嘅，你死一条心啦！陈公母，
佬，你知唔知道点解我要俾你条命留到而家？就系要亲眼睇到你好似咩烂泥咁，俾我高高在上咁踩住，踩到你翻唔到身啊！头顶天，脚踏地，你有本事踩住我咩？知唔知道做英雄嘅代价系乜嘢？会死啊！我仲未知佢死字点写。想救你老母，我咁易。要你两母子同归于尽。好，俾你老母个头！
个反派都唔蠢嘅。哎呀！攞你命！阿妈，死穴喺边度啊？好似喺对眼度啊！其实好简单嘅啫，人嘅死穴就龙威穴。呢招叫毒虚脊。仔，你得咗啦，好嘢！帮会十计。坐唔稳噶，马仔咁你千祈唔好坐啦，走啦，有佢坐就够。我都话咗坐唔稳噶啦，有官兵嚟啊，快啲走啊！自己人，契爷，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哎，咁你咪出年暑假再出嚟探下陈台，对待陈台主咯，咩陈台，陈台地啊，系咩咩陈台主，对唔住。仔友，你真系唔肯留低帮我手？契爷，我已经决定咗退出江湖啦。吴后生就退休，你唔觉得可惜咩？咁啊，唔系咁讲啊，佢为咗慈善咧都可以复出嘅，可以考虑。咁啊系，后边嗰对绝代双骄，你搞唔搞得掂噶？好热氹啫，真系。妹妹啊，我送呢份礼物俾你啊。唔得，我仲细噶嘛，应该你收我呢份先啱。唔系咧，你听我讲啊，呢件系细玉嘅全家之宝嚟噶。你呢件系全家之宝，我呢件都系。乜全家之宝有两件嘅咩？哦，系出嚟行走江湖最紧要讲个礼字啊！礼多人不怪，呢个系假宝，如果叫做系陈台之你，你有一只系少少意思，不成敬意系。咁浪费啊！嚟嚟嚟，一人一个，哎，个个都有份噶啦，吓！原来呢啲就系全家之宝，细勇！哎呀，死啦！契爷，我走先啊！细勇，你系好嘢！台之后会有期，阿嫂你保重，你都保重啊！保重啦！哎呀，安全第一，走快啲！细勇，你咪走啊！你两个唔好虾我个仔啊！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陪伴相依的日子，什么时候再来？